那各位同心，我们现在开始上闭幕式哈。这节闭幕式是由我们的参议院的张文彦张议长带来演讲，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谢谢。江华义，看到大家，因为今日是咱初级班的迄、那个。做闭幕式嘛，吼！我要请问大家，这三天来，恁有没有收获？有。安尼足感恩啦，因为我做老师吼，足久啊，起码哦。最少那头要五十栋啊！啊，恁安尼假算算的，可能恁都会了解我。啊，因为有的拢第一次见面嘛，啊，较无清楚啦。啊，若带手机的拢拿出来，因为。我的研究生啊，要上我的课啦，我拢爱叫带笔电来。啊，因为咱即摆有一挂少年的嘛，吼、哦，啊那少年的，你加我的名，伫 Google 你甲输入进去，咱看迄个吼、哦、闭幕词内底吼，你看啥物人写张文彦嘛吼、哦，啊加两个字就好了。加一个教授，把输进去，输入进去，爱看到我的资料啦。因为有当时啊，那要安尼讲，我袂使徛伫遮，我袂甲恁讲讲的呀。这就是我要证明啥，确实。咱本身是讲座教授，我离开上尾这个学校是讲座教授。啊，当然，即马要讲讲座教授，有诶叫伊讲啊，你是啊助理教授哩，系里个啦，所以讲讲教授较简单啦。大家才会知影啦，好、哦、啊，这予大家知影吼，恁会使。我有当时啊坐火车诶、坐高铁时啊，啊边啊拢会坐到一挂少年人嘛。咱要甲伊讲，伊讲啊，恁讲毋知有影啊无影咧。我甲讲，你上完去，我甲咱请诶身份证，台湾政。为什么警察提给伊？讲你上网去找我的名，伊看到，甲咱咧谈都无同款啊。所以我话要甲大家讲，咱即内底啊，人才足济啦。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好。我啊，三月二日去屏东管政府去啊审查一个案件，请四个外聘委员呐、啊，啊，我去，因为我出去拢穿咱的制服啦，这拼无白的啦，去甲带。这拢穿掉的啦，拿去公家机关啊，什么，拢穿掉无白的啦。啊，一礼拜来外聘四个，啊，多三个到，三个一个看，我是捌一个，啊，就是成大的教授，啊，
吴清才吴教授，哎，我捌你。哦，啊，佫一个，伊是副教授啦，但是我唔捌你，因为不同行嘛，吼。啊，因为吴教授是教我啊所学啊相近相关，所以吴教授我捌你。这个审查了后，刷了后，大家走出来，伊才甲讲，伊是内阁的阁员呐、啊。我讲吼，安尼哦，啊，同心呐、啊，伊才甲讲，因为伊穿普通，像恁大家安尼穿安尼啊，啊，无甲这个阿妹哪会知啊？伊家己甲认呐，吼，伊讲啊，伊。捌上过我的课啦，啊，所以讲吼，安尼吼，啊，安尼都同心的讲话拢足好讲的嘛，大家讲搁较会投机啦。伊家己摕名片出来，伊讲啊，这我就是现在伫正修科技大学底下做副教授，啊，伊是建筑师。建筑师啦，伊是成大建筑博士，安尼你看有优秀啊无？我遐优秀嘛？我们里面的人才是多的是啦，所以我我要甲大家讲，我因为奈讲要叫恁大家查这里，你唔得知讲我们到底。是在玩真的还是玩假的？我这里就是跟您讲，吼、哦，去碰到迄个副教授，啊，当然他年纪比较轻嘛，啊，他是建筑方面的，因为一个标案啊，是也是在建大楼，他找的四个外聘委员。两个是会计采过的专家学者，两个是建筑。吴清才教授他本身也具备会计师，啊，我也是啊，都是照讲就是两个证照呢，一个是国家认定的教授。有诶，较早讲叫做红皮书啦。阮诶教授诶证书拢是红诶咧。好、哦，啊，这是讲我甲大家讲者，所以讲欢迎恁来参加，恁大家拢有福气啦。因为咱事情诶要到啊。秘书长也安尼讲啊，所以要拜托大家两件代志就好。回去叫少年的靠专业的，是安怎爱有专业？哎，大家我咧看咱讲，咱啊执政以后，有法度掌握。这个机关无，这个机械无，啊无，那拢无法度。咱阿爸流汤汤才等到死，所以一定爱拜托。少年呢，靠专业的，因为少年呢服务人民较久啦，唔只讲较爱少年的来。哦啊、当然少年的较无经验，但是伊会得请指挥安怎去做。哦啊，那老的旧经验的，咱也欢迎啦。啊，有旧专业的，咱也欢迎啊。唔是讲一定啊，啊，但是因为老的啊，陈君君都差不多爱退休啊嘛，
啊，所以讲爱少年的来，哦，安尼一定爱叫少年的来，哦，啊，靠专业的，伊若有证照上好，他是建筑师、律师、会计师，吼、哦，啊是精算师，啊，拢好，这就是品质保证嘛。经过国家考试通过的品质保证，我以前咧教做学生的时啊，我要求我的学生囡仔出去，唔是大学这一张证书呀呢，拢爱参加高等考试。你即马毕业出去，要跟人竞争啊，要引头路的时啊，人会甲你称赞。你是多一间学校毕业的？你若讲有个国家考试通过，那你是品质保证嘛？这间公司你要请国家，你都无要去。公家机关，你要来民营机关，安尼你唔是足优秀的。所以我要甲少年来讲，恁今嘛要来读册，恁我有机会啦，切莫错过掉。你拄啊，我都去考试，直直考，甲咱遮个考试啦，同款。咱有一个证书考试。哦，类似这各种的考试，我那有人有咧考上，我拢会去参加介考啦。有用无用无要紧嘛。我乃是仲裁人呢，仲裁人大家唔知猜无？较简单讲，民间法官啦，较简单讲啦，两个。纠纷找仲裁人啊，当然他的制度是啊，甲方乙方各找一个，找出仲裁人以后，然后再两个仲裁人再来选择一个主任仲裁人，安尼情形啦。啊，你要选仲裁人，唔是讲给阿罗青菜。大学毕业的，也是凊彩学做啊，迄、那个法律系毕业的，拢会使叫来仲裁人呢？无啦，一定爱仲裁机构登录有案的人。欸，我唔是读法律系，我哪会去登记？我也无做法官，也无做。检察官啊，奈我会去，因为我要去参加，伊有专业人士去参加，参加了后，才经过他的授信，甲咱即马类似同款。我以前我去四个两天四次的授信，最后一个考试70分及格。及格了啊！把咱的资料送去现在司法行政部登录。你要去找司法行政部找我，我可以找到我。类似甲大家安尼啊，这都是虽然我无用到，咱也要用到有少年人吼，那、哦、有法度参加各种考试啊，尽量去考。哦，啊，这就是甲大家啊，拜托爱有专业来授信，咱阿爸卡出来，咱唔是一个证照而已啊，我有两三个证照啊。哦，啊，参加外国的冲突管理的授信的证照哪有啊？哦，类似安尼啦，吼、哦，给大家好、哦、了解吼、哦，这就是少年人爱，吼、哦、啊，第二个啊。
咱拢一直做无够，咱四千人要达到啦。第二个就是41万身份证。阿弥陀佛讲，咱这张身份证是100%正确的呀。我到去日本换钱的时，我摕咱的台湾政府的身份证去村的零钱甲换换嘞。我内底其中一个，秘书长讲，你这张汇率单啊，无你唔得怎起来，我做参考者，我汇率单我也可以啊，这那是事实啊。所以我伫遮咧讲，拢是100%正确。哦，这爱予大家我足清楚。你来上课，要阁讲一个予大家知。唔是恁交钱尔呢？阮来上课，我第一期做讲师，我来上课，阮钱啊照交呢，秘书长啊照交呢，唔是讲，嘿，阮拢无交，无安尼啦。我这爱甲大家讲个清楚，有诶讲，我。你想来感觉，怪怪呢吼，安怎怪怪？去参加李登辉学校的授信，都免交钱啊。当然，他要审查，要写一些迄个自传加一些看法吼下去，伊审查。我甲你叫来通知呢，通知讲伫高雄国宾饭店口试呢。佮经过考试才去上课呢，但是食饭免钱啦。当然李登辉学校他有基金嘛。过来国民党的革命实践研究院呢，我哪有去呢？去受训啊，免钱啊啦。还佮住伫遐，我食伫遐，我四五天的呢，哪免钱啊？但是。咱实在足苦的。以前大家同心，我拢家己靠底啊，滴滴饮啦，滴滴饮啦。目的是啥物？目的是讲要予以后的咱台湾的子孙过了较好啦。这是咱的什么？咱的宗旨啦，咱的宗旨啦，咱的宗旨是要甲咱的子孙过了较好。咱的宗旨两三年前咱就定啊呢，科批就对伫咱后边嘞，科批伊是安怎？咱去思考，伊哪会要去要来选？因为伊伫台大被降级啦。迄个公务人员吼，逐年拢是升一等嘛，拢会给几百块、几百块嘛，这正常的嘛。科批安怎？伫台大，原早伫楼顶，讲甲伊个单位甲吊在地下室去。国家降两级啦！你看，伊心肝讲这有影乌白母嘛，所以伊唔叫意思讲好啦，你甲降级，我当出来参加政府的选举，政府乌白母。这就是要甲大家讲。咱的宗旨是啥？比科比搁较早，咱是为百姓设想。大家想看嘛，是毋是科比现在咧做的拢差不多？伊乃是这个目标，吼、哦！伊的来看伊的，伊下个要做啥？那个春联呐、啊，吼、哦！伊下个迄联吼，咧送人吼、哦。我一个学生，我去提醒我咧，
吼、哦，啊，伊摕三张啦，啊，我认为这两张吼，甲咱拢同款，咱比伊搁较早，啊，我予大家知影咧。这观念是啥物？哦，啊，一个城市，啊，就是一个家庭同款。好、哦，啊，这伊就是咧为百姓设想嘛，袂使讲干呐为这个做啊财团。啊啦，干呐为财团设想，啊，就问题就足济咧啊，含即嘛都是。台北市的这些案子，拢有问题啦。啊，伊即马讲到啥？迄个拢密件，政府机关的标案，当然在一段期间拢爱解密，要标的是惊。不公平，所以拢是创密件伫咧。啊，以后全部都要 BOT。我本身啊，一个啥参加 BOT 的甄选委员，我这个拜三，我要去尹佳兰审查。啊，这拢是。正确啊！啊，只是安怎什么资格才有法度去做审查委员？不是学校内底副教授以上，啊，无你得专业人士，等于专家学者拢会使哩。啊，头拄仔我都讲过，啊，我拄仔具备两个都有，啊，有当时啊，拢会找我出去。啊、所以我七十几岁啊，你知吼？我讲啊，即马各部分有诶政府要你找我做代志，啊，这就是要甲大家讲吼。那少年咧，因为我鼓吹少年咧爱去考一个专业证照，诶，理由伫带。你若做公务人员啊，歹势吼。六十五岁，你就回去休困啦。教授做到六十五岁，啊，即马学校毕业的博士一大堆，定都爱给老和少年的一个头路咯。叫遐较老的，拢啊六十五岁都爱回去安尼。爱离开安尼，有啦。啊，我做讲座教授啦，讲座教授啊，伊会家己哩。会一直聘啦、啊，啊，有诶学校哪有规定啊？甲七十五岁，啊，七十岁，讲座教授也有啊。啊，有当时啊，当啊，歹势啦，咱无爱讲占一个开，拢啊七十外岁，咱都离开啊。吼、哦，啊，即卖较侪时间拢伫咱台湾民政府啦，所以阮拼头啊。四五年啊，呢，伫这个所在啊，我甲你讲，第一届开始啊，就伫遮，阮还叫高级呢，初级班、高级班啊，叫高级呢，所以大家爱啊了解讲吼，无迄个特殊的啦，无迄个，咱以前讲诶、欸，我去台做讲师，拢啊有啥？车马会荷兰啊，甲恁邀请去，吼、哦，叫咱去审查，然后迄个怎车马会交一个审查费用，拢也有。当然，我这是甲大家讲，阮迄个时阵啊，根本大家拢来咧做义工呢。啊，现在咱家内底，你看遐侪拢是做义工呢。啊，有诶义工，诶、欸，我去看到，迄有诶拢医生呢。
伫厨房，厨房遐个七盘的胖盘的遐个啊，拢是医生呢，伊大家唔知啊，所以我甲大家讲啊，遐有医生啊，安尼你看，大家有甘心无？足甘心啦！啊，唔知有国外来的无？吼、哦，因为若国外来的吼，初级班无啦，高级班吼，我会送一徽章给他啦。因为我都有讲出来啊，啊，咱话国外顶一届，我三个地方来的呢，那遐拄好，诶，我才看到。看到董阿公意大利来的，希望讲本土台湾话。哦，因为伊一寡北京话伊听不懂啦，因为厝的是本土台湾人嘛，伫意大利来的。哦，我甲问讲，啊，我也有，我叫咱同亲去买这个徽章的时啊，伊讲爱个买。诶、欸，唔是买一个尔，爱买两个。啊，我问一下，看嘛，讲三个啦。一个是啊，纽西兰来的啦，啊，一个是美国来的啦。所以，咱咧上课，世界各所在拢咧看，我都欢迎世界本土台湾人。拢叫伊回来上课。我以前捌伫啊台南、州嘉义、嘉义的镇吼办一个活动，有一个带，伊讲伊是巴西来的啦，啊，伊是啊，佫一个讲是西雅图的啦，所以。啊，要甲大家讲吼，是世界各地拢有人登。哦，啊，这也爱予大家知影吼，唔是讲咱本土，连世界拢咧看，咱的节目啊，世界拢咧看。哦，啊，我搁呼吁，希望伫国外本土台湾人的第二代啊，第三代。遐少年呢，拢叫伊回来上课，吼、哦、啊，替咱未来台湾的付出啊，甲贡献，啊，咱一定无叫大家牙刀牙签去帮的啦，咱一定是和平转移嘛，吼、哦，一定是和平转移，啊，这是爱予大家啊了解，吼、哦、啊，我即嘛。拢准备吼，诶、哦，安尼结业式啦，我拢会准备一挂 PowerPoint， 吼、哦，还是影片，予大家看，啊，大家回忆一下，吼、哦、啊，因为上尾啊七节了嘛，啊，大家已经读两天去啊嘛，已经我会多少啦，卖讲拢全部全盘了解。多少人爱有知影者？吼、哦！啊，恁头拄啊，我讲问讲啊，来遮有学着无？有学习着无？啊，大家呐，我足大声安尼讲咧，啊，实际上足感谢大家，因为有恁来参加，咱的成功啊，一定完成啦！啊，感恩大家啦！啊，咱简单的讲吼，咱的台湾目前的迄个叫做国际，咱所说的迄个地位啊，咱的地位吼正常化吼，一定甲美国有关系嘛，吼啊，因为咱遮挂两百度，大家没有看到无？啊来，伫啊。咱的正手边遮吼，
恁的恁的正手边壁只互两百度，毋知大家有看到无？这两百度足大的意义啦！这条整个的讲出来讲，美国占领啦，啊无奥巴马底下先世救主。啊，这个是二重桥啦，要到皇宫进去的一个桥，为这行入去，为这行入去，才会得入去啦。这叫做二重桥。二重桥就是日本天皇、天皇住伫遮啦，住伫遮的人。咱基本，咱大家来遮读。安尼就足清楚啊！第一是啥物？啊，日食嘛吼，日本天皇有这个所有权。啊来，再来就是美国占领，吼啊，所以这个是啥物人？美国啊，治理啊，国父亲他是在管亚太的。亚太的主管人员，伊伫太阳花过了的时啊，带一个赶紧出来画。伊惊讲，这太阳花这少年的吼，唔知会越轨无？伊那惊越轨啊，越轨以后就歹处理啊呢，所以伊才紧画出来什么？美国支持台湾自治啦，啊，这个自治是啥 ？autonomy 啦，伊讲给你们自治，吼、哦，这就是什么意思？简单讲吼、哦，回忆一下，李登辉做十三年总统嘛。伊伫伊个时间，伊讲要甲会审，有啊无？美国个讲啥？袂使哩。即卖只动神呢，大家知啊唔知？知个举手一下好无？啊，真正我无几个知啦。台湾神，台湾省要伫咧呢。即卖。台湾省主席什么人应台？唔知在无？林正泽啦，啊，林正泽都跟我同事过，因为伊一个大学的，伊我做董事啦，啊，我话被聘去啊去做董事啊，才该斗阵过。即马伊咧做，以前是新德市长做两年。怎啊？曹勇即卖去做台湾省主席，台湾省长啦。即卖也有台湾省议咨议会呢，要议员呢，恁大家知无？知嘛？啊，所以是安怎讲？美国啊，无爱好。会审，哎，李登辉先生，哎，总统啊，莫名其妙啊，他不清楚嘛，应该即马清楚啊啦，因为伊以前叫秘书长，啊，甲介绍何瑞元去研究，哦，秘书长才发现说，哦，这个国际化，哦啊。来对的战争法跟旧金山和平条约的情形嘛，啊，所以咱个功德等啊，阿扁做总统做几年？八年呢？伊讲做甲尾来讲，李登辉被会审，袂使变动神。啊，无我就来申请
联合国，创一个台湾共和国的名去写写写写，资料款款的甲送去。啊，联合国的秘书长潘希文连甲开也无，全甲退掉。咱大家应该知影，一个国家的成立爱几个条件，爱四个，最少爱有四个条件嘛。一个是爱什么？爱有土地嘛？哦，有土地无？啊，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啊，你敢有这个土地的所有权？啊，无啊。爱有啥？有人民呢？人民，大家摕起来身份证拢啥物？大家摕身份证摕来看卖，迄拢是啥？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呢？恁个唔是公民呢？你甲咱甲讲二十岁以上都爱创公民啊！啊，恁要是国民呢？啊，这是啥物？身份证也无啦。啊，过来爱有。政府呢？啊，咱有政府啊无？世界无成立的政府啦，拄啊下到美国的恐怖集团啦。咱的政府拄啊下到美国讲的恐怖集团。美国讲恐怖集团具备有三个要件：第一个不是国家，第二个有武器，第三个当地征兵啦。唔接钱嘛，咱过了后，唔敢去征兵啊呢？征兵就是安怎，要效忠嘛。咱是战败国的子民呢，因为我叫阮老爸叫奥多山，叫阮老母叫卡江。伊家叫讲呼米哦，呼米哦。啊，咱是啥物人？那都是日本的台湾人嘛。哦，啊，中国来讲，咱是变中国人啊。哦，啊，这都是讲，让大家去思考思考这个问题啊。啊，咱以联军啊，麦克阿瑟下第一道命令，叫蒋介石来接收，接收了都唔走啊呢，因为伊无法度去转去啊嘛，啊无法度转去啊，啊就直接，伊是咱的敌人呢。叫人去做兵役，去效忠役，安尼敢有理？李白事件会死遐济人，世界各国拢无出来抗议、出声，是安怎？那我的判读，我的想法，因为。你们是战败国的子民，一定要接受战胜国的命令。你哪不接受抗议、游行、请愿，不听话的，机关枪架起来就跟你们扫。莫怪世界拢无反应嘛，这世界无反应啊，看起码。找不出来说我们228死那么多人世界欢迎、啊、你们自己你们自认说你们是啊，因为我们的心态说、啊、我们他跟我们说、欸、是光复节、啊、你们回归祖国、啊、我们来请愿、啊、回到祖国的怀抱、啊、我们会跟祖国可以好说嘛，回归了嘛，伊爱爱护人民嘛。啊，因的看法是啥？你是我的敌人，你战败的敌人呢？
战败个敌人，你就乖乖的接受命令，不接受，机关枪架起来就给你扫射。啊，个机关枪个有当时也袂怕嘞。来，秦燕嘞，来，拢去呗，拢去呗。叫叫嘞，提铁线，脚筋下穿过，手啊下穿穿嘞。把你关海底去呢，关淡水河落去呢。啊，拄啊有一个是尾啊，伊把你关落了后，才拄啊去安尼，把你安尼样啊扫，用钱骨把你扫者。啊，迄个拄啊伫边啊，拄啊出落去，拄啊去沉落去，拄啊扫无着。啊怎啊？嘿，那个人还现在还在呢，野手这种开始。把你扛过啊！那刚才旁插七只阿爸同款，迄牙签，迄把你扛扛，拄啊你喊同款，啊，伊也是把你扛扛的，把你关淡水河落去。恁去想看卖咧，你去大家去想看卖。昨我才一个，迄算讲阮的同事啦，我一个教授了。耐心我啦，你甲我讲吼，讲德国啊，伫青岛关17年，无咧起大楼，无咧起别墅，干那咧甲青岛做这个下水道，和青岛袂淹水。伊讲德国，所以德国人遐世界一流的国家，伊甲讲这啊。我昨昏吼，我了一个时间啊，甲写甲回去。我安怎甲讲？你汪政府，伊都唔是伊也。他的中心思想就是中共嘛。台湾的河川、高山的遐木材乱砍乱建，啊，河川经历个乱糟糟，打回哪里水？干？有心讲要把台湾的基础建设做好，台湾会有今天，拢是迄50年日本的时，可平啊讲一句啊，讲被殖民的时间啊越久啊，啊，迄个拢，迄个就做啊，算讲经济拢较好。啊，这也实在啊！啊，大家讲你个打脸啊！你讲新加坡啦、香港啦、台湾啦，都比中国好啊！啊，实际上就是安尼。好、哦、啊，我加回，因为以前啊，实际上在流亡政府来，敢咱讲7年啊，蒋中正敢咱讲。7年咩呐？反共大陆呢？所以，干嘛要家己建设？无啦，真正。所以，这就是我要让大家我了解这个状况吼。啊，因为阿扁啊，伊讲要参加联合国家拍仗，甲退兵，好。啊，过来，因为恁都拢无嘛，过来伊讲啊，无过来公投，公投会使袂使？美国来讲，恁内底两种人要安怎去公投？咱内底有两种人呢，一种是因伫中国走路过来，才
来这些人，搁这些后裔，这些人，啊，本土台湾人这些人，啊，两种人要来公投，安尼敢袂使哩？若要公投，我咧想吼，大家身份证拢领领来领咱台湾政府身份证，安尼有身份证才会使来公投，啊，唔叫较道理。所以美国啊，加封阿扁啊，封一句话，大家唔知知无？伊讲是麻烦制造者吧？有听到这句话无？对嘛？这个大家拢有听到嘛？啊，这就是两个总统都真正都搞不清楚啊！哦，所以因为这两个总统都无承认大家。拢来上课啦，拢来上课，这都足清楚，是不是安尼？好、哦，啊，这大家拄啊，可能看网络朋友介绍，也是亲戚，甲恁推荐，恁大家足有福气的啦。是安怎安尼讲？因为恁是买房车嘛，我拼四五年呢，若有开课，我一定拢有来，啊无我就挂讲，啊已经一路行到今嘛，安尼是毋是恁即马在礼拜？啊我四五年。就在这里困到呢。以前我拢出去分传单呢。哦，初二、初三，哦来庙事啦，庙事初二、初三较济人吼、哦。啊来庙事来分传单，火车头啦、公园啦、啊平安寺啦，迄拢。啊，即嘛，各州拢有设有办公厅了。好、哦，啊，大家结业了后，好、哦，后期可能就过去办啊，啊来参加授训，都爱等于州里去到三江啊。好、哦、啊，州里会给你安排。一概安排恁的职务，吼、哦，阿伯啊，你有倒一个专长吼，专长啊，来甲你安排。大家拢有职位啦，吼、哦、啊，免小唱，吼、哦，这话免小唱，大家拢有职位吼、哦、啊，因为你惊讲。别人已经有了嘛，恁较慢滴来嘛，啊较慢滴也袂紧，啊因为有诶人会袂下，啊有诶人会有做算讲伊诶兴趣，吼、哦、啊伊会刷位啊，啊讲较歹听讲，边卡徛久诶都是人诶啦，毋知大家有即句会知影嘛吼？吼、哦，徛伫迄个边卡啊。你都周日咧办活动，你都去遐徛嘛？吼、哦，啊人坐头前车呐走去，啊你都直直抱起来嘛？吼、哦，啊这就是诶，咱以前的诶迄、那个种礼仪吼，啊拢有安尼讲嘛，讲边徛久的人诶，这那是100%正确的。我吼、哦。上班无走几位呢？我那正式的迄个上班吼，甲即马吼应该只三位啦。什么叫做三位？我因为第一伫国立学校嘛，啊国立学校了后，再佫出国去嘛，啊佫去吼一个私立学校邀请倒来嘛。啊，甲办甲因的评鉴，
大学嘅评鉴，迄唔是科技大学吼，唔是迄个科技，迄政治大学吼，办评鉴，评鉴了后，各一间学校要改大学，各家邀请去做讲座教授，叫我去啊到三间改大，啊，所以讲都。迄阵啊，要参加六十七八岁啊，底下讲座教授覆盖七十几岁啊，改大完了以后，我底下甲做一个管理学院院长，啊，这拢来伫遮，所以袂讲有话讲要做头路，讲啊，才做两三年啊。啊，就可以讲啊，可算啊，才做两三年，可算，才做两三年，可算，其中阶段性的，所以别乌别走啊！哦，啊，这就是要甲大家讲，边卡徛久的，我三十几岁摕到教授，学校换三校长，讲你袂晓，三校长。我还是担任一级主管，三等于三朝元老了。底下三十几岁，因为副教授以上才会使做系主任的嘛。哦，类似弄这个规定嘛。啊，处事主任拢是爱副教授以上嘛。啊，我三十几岁就提教授，啊，佫较早期吼。一般国立学校一般，你学校如果五班就有五个教授，五个副教授，五个讲师，五个助教，一个职员，就是四人一工啊。一个人死。我若卖走卖死，遐下开副教授拢免升啦，都啊排队啦。较早是安尼啦，即卖已经打破这个观念。你若迄个论文有够，啥物有够，你就会使袂去共动着啦。好、哦、啊，这就是安尼。唔只足济，啥物教授啊，啥物迄类啊。拢摕学生囡仔的发表，来咧讲伊的研究咧定。阮较早要讲要送神吼，无讲两三个挂名的呢。当然早期制度的方法，甲现在的制度的方法无啥共款，但是阮早期制度，你的作品只有你一个人。好、哦、啊，即马有两三个挂名，啊，拢算点数。好、哦，遐三四个挂名，哪拢算点数？啊，大家拢啊互相伫遐咧挂名，这做出来都是干那咧算点数个呢。好、哦、啊，这就是我互大家啊了解这个情形啦吼、哦。啊，因为了解这个状况，伊咧管亚洲的，伊就讲。要予咱台湾自治，啊，自治是毋是要予咱独立？有啊无？无呢？咱会使创啥物？我真出名，台湾大学经济系的教授问我，咱莫讲啦，一个经济系台大的林教授即马。我甲科批重用，迄个，伊甲问，讲，啊张教授啊，恁阿爸要行甲恁诶无要行去伟大去，我甲讲，像加拿大共款啦，加拿大。伊面顶有啥物人？女王呢？澳洲、纽西兰啊，面顶拢有啥？
英国的女王呢，咱阿伯啊，就是咱有日本天皇在，啊，咱就是台湾跟日本，它是一个等于是一个邦联啦，或是联邦啦。伊家问啊，啊，我甲讲啊，我讲好好，啊，你知啊？啊，若发去独立的报纸啊，啊边啊都袂杀你啊！你要去，李登辉啦讲，伊要去，把台湾省废掉，啊，若变独立去啊，他变啊毋着独立甲美国战争安尼。这个台湾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下来的战利品呢。啊，你们在大家知未？无怪，那去甲美国买啥，拢还要较贵。啊，恁应该交的嘛？你是我的战利品啊！佮即卖那是安尼啊，伊安尼讲，伊唔只讲，啊无伊要画啥？那唔是伊个伊，甲你讲啊好啦，互恁处置啦，啊无要画啥？咱去想就知啊，吼、哦，这就是来过来看，吼、哦，这有看到的人举手一下，好不好？这什么啦？好，感谢。伊这个吼、哦，政府仓吼，金浦仓吼，伊刚回国，伊去住伫美国，代表住两年呢。回来了后，甲马英九讲安怎，大船离港啦。我做囡仔时吼，足欢喜讲啊，大船入港，大船入港。有听过无？迄种美国的带牛奶粉来啦，带米粉来啦，大家足欢喜啊！啊，即卖讲大船离港呢，哦，啊，这是六月十六啦，顶年啦，哦，啊，当然有诶，讲要航向何方，啊，美国人安排好啊，要去平潭岛了，航向平潭岛了。平潭岛大概嘛吼，啊，这敢会假哩？啊，有诶拢唔知啊，阿伯甲你讲啊，你反正即卖要上网去看到，都无啊咧，甲你拉掉啊咧。当然，这个就是目前啊，因为目前迄个习近平足清楚，伊迄阵啊做副总书记的时，做副的时啊，伊去美国访问，美国就甲讲啊，甲讲台湾啊是日本不可分割的领土，照国际法、旧金山和平条约、甲战争法，所以伊话足清楚，伊话足清楚。打战一定没有办法取得台湾，因为战争法，你用武力占领，第一个不能，咱有战争法有两个铁则，咱学习一下好啊。大家应该有第一个是占领，安怎？大家想看卖？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大家画一个好不好？大家看起来画一个，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哦，各一句，流亡。不得安怎？啊，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咱初级班的，那有这两个都会跟人讲，你都
大家我都唔知啦。啊，这次咱足正确的，伊一定爱走，所以因啊无可能的，伊都用因的啦，吼、哦。中国玩阴的，唔知这报纸出来呢？哦，讲玩阴的，伊伫联合国啊，夹带附件啊，宣传讲有权利收回这个台湾片额啦。啊，要给这些小朋友啦，这些联合国有190几个来看吼，这些小朋友要给他有一个印象。阿爸伊提出来讲。安尼啦，你若赞同，啊，我甲恁起一个高速铁路，互恁，还是起一个机场，互恁，起一个高速公路，互恁。啊，遐小朋友的国家愿意啊，唔愿意？当然愿意啊，平湖甲台湾介伊无伫待啊。啊！伫非洲啦、南美洲啦，啊，甲迄个大洋洲遐拢有小朋友足济咧啊！啊，伊甲你当一个囡仔都好啊，安尼就是去学算去啊啦，就是玩阴的啦。现在大家有清楚无？下面叫做玩阴的。啊，伊就先甲你灌输啊，到尾啊则啊，等于是买台湾啊。起码他不能用打战的啦，用买的。可以哦，唔加习近平，2009年12月份，他顶下抛盘给您看。十二月份走去甲天皇，要去甲买台湾啦。伊安怎讲？讲啊，阮中国都即卖较好过啊，经济较好啊，想要来甲恁买台湾。啊，天皇安怎讲？天皇讲。啊，阮祖先甲起码都唔捌咧卖物件呀，啊，所以讲10多分钟就结束啊。伊要去买证件哦，袂遐简单呢。上头去美国，美国讲啊，你着那转去刷路去看天皇一个了解一个吼。啊，伊才讲好啊，来个叫中国啊，诶，大使馆日本大使馆安排啊，啊叫。啊！因的外务省，日本的外务省安排，伊讲，你要见阮天皇哦，半年前都爱拜啊！啊，你来尔，就讲想要见，哪遐简单？伊讲，阮无法度甲你拜，爱半年以前。伊才打电话去哦，美国，叫美国安排，啊，咱才会知，啊，无咱也唔知啊。啊，美国甲咱讲嘛，啊，咱唔知清楚。哦，啊，所以。这就是用买，伊讲要去买台湾。啊，那日本天皇写一个，迄个台湾买卖契约书，还是合同买卖合同书，啊，拢签名，诶，啊，钱拨互伊，安尼成立哦。土地可以用买卖，不能用战争的。好，啊，这样安尼，予大家了解哈。后来过来，当然这个想要做总统啦，吼、哦、啊，看会到无？吼、哦，后来咱这话把伊想讲吼，大家好看。这实际上吼，好啦，较简单讲一下。迄、那个较早砖卡吼，有诶厝诶头前拢一块大块主要嘛，有迄个溪堤啦。鱼池哦，也是拢较大块的底下啊，有迄个叫做啥，放创连角啦吼，起连吼起连角类似吼，较惨，真个是拢迄个有迄个吼。咱大家去想看卖，边啊有一个大窟水较深，啊一个较细窟水的，下骹甲流坑可通过去。会变成什么情形？细窟水啊，水下直直打去啦，拢流去啥？
大窟的下去啦，是哪会安尼？因为大窟的较深啊，啊，细窟的较浅啊，啊，遐呐拍通去都牢牢去深的去，大窟水啊下去啊，迄就是中国较大窟，台湾较细窟，啊，国民党政府。他都来讲过，没有心在台湾嘛，叫大家过去，大家过去，去投资哦，哦，啊，把咱这的资源拢偷偷过去，啊，咱这都以前大家拢在吃餐厅，啊，大家拢坐计程车，迄拢伫啥？迄拢生意人嘛，哦，外国的人来啊，请伊食饭，啊，那飞机去台湾，啊，都拢伫台北。哦，啊，无就拢消费，啊，这不是啊，这会消费拢走去带去啊，啊，走去中国去啊，去甲帮忙因的经济啊，啊，所以讲，台湾这块较细块水都直直死落去，这就是最好的，甲恁，互恁了解一下，这里我是。不简单哈、哦，回锅啦。所谓回锅，第二任的首相了，一个就撇了给，遐众院呐、啊，伊爱众议院的议员呐、啊，有的不太听话，哦，伊要把这个解禁哈、哦，这里有做自卫权呐，要解禁，啊，因遐讲。不同意，哎，讲不同意，我就来用行政命令。因你还讲，因的众议员啊，讲安尼袂使，安尼违宪。哦，按啦，安尼好啊，拢甲恁解散。安尼大家唔知，日本啊，顶年在月遐只甲解散，解散了啊，只重选呐。咱立法委员，咱车头拢无驾驶的，拢唔敢讲要去甲解散啊！解散重选啊，这里把它解散重选啊，算出来80%几拢赞成啊！这里有说啊，自卫权把它解除，最后。实在，因为这个人啊，美国有跟秘书长联系，讲日本啊，政界哪些跟你们比较好，我来让他推荐一两个啦。哎、啊，遐拢较老，干那这个较少年，我有甲推荐这个啊，怎啊叫这个？所以日票滴滴。日币一直贬值呢，啊，贬值是要啥？美国帮助伊，迄个经济繁荣呢，大家都爱来遮佚佗，爱来日本开啊，迄个做开销，这拢是安尼呢，要帮助伊。以前美国直直讲啊，咱美金八25块呢，大家唔知知无？哦，迄阵啊，要互你主要要互你啥？要互你台湾啊，要互你外销啊，无爱互你销较济啦。哦，啊，互你算讲，你尽量去买内销啊，买内销来卖安尼较会趁钱。好、哦，类似安尼啦，无要帮助你内底的经济嘛，啊。美国现在帮助他啊，不然直直拨美金，不然跟日币的兑换直直拨拨到现在要来拨，所以说这就是什么，美国要到三港，这是很明显的嘛。他四月刚旧金山和平条约可能70年签约生效70年，四月
他离辈，阿姨都要去美国，要跟奥巴马讲，这足重要，足一定有关系咱台湾。啊，伊个别到国会、参议院、众议院演说，从来没有的啦。哦，啊，这当然，这就是。哦，咱，这就是因为嘛，解禁以后啊，迄、那个做安保条约，安保条约，我们如果受攻击的话，安保条约我们受攻击的话，日本可以派兵来协助，哦，这样。我看到这个报纸的牙签的，好不好？那么两个、三个呢？四个，这个、叫做什么？原则国防部拢伫带，总统府内底呢？啊，今嘛保安带。啊，大家也感觉奇怪无？啊？啊，这都想要闹跑，唔知跟人要来收啊，无跟拼好人，到时一下等到闹开，是唔是安尼？哦，这里甲头拄啊，迄个工人啦，这里什么人？美国东亚助理国务卿，2015年台湾重要政治联，什么叫做重要政治联？大家思考这个问题。今年几年？对不？安尼是不是恁我足好运的？买房车去搭着，2015年了。哦啊，这我唔是我咧讲个啊。哦，伊讲个足详细，哦，他讲个足详细，伊个尾啊，再个一句哈。美国会等待台湾人民决定自己的领导人。当然，一定安尼写嘛。美军进来以后。当然，他就我们是美国军政府之下的台湾民政府，但是一定要和平转移，哦，和平转移。啊，所以大家爱去找一挂啊靠专业人来上课。后来，啊，咱过来看，这吼，你个切切啦，伊讲伊身体无好啦，伊转来时啊。半年外前回来时，伊就甲讲：“哎，大船离港了呢，哎，伊个合作国安啊秘书长啦，啊，甲离过遐，伊讲啊，我身体唔好啊，我小休困一下，啊，先跳船啦，哦，伊啊先跳船啊，安排
以后的，最近去哦，迄个做啥？记者知影讲，伊买八张票，讲要出去啊。啊，去伫日本迄个做机场看到伊，伊讲带因囝去日本佚佗啦。啊，佚佗爱摕八大件的行李哦。若要佚佗，伊即回转来有影。干那拖迄卡转来，啊，厝内遐八件行李，啊，走去倒去，啊，你大家想，那秘书长讲，马英九讲，你出去去让看到，啊，你歹运，你爱阁转来互看一下，才会使，啊，毋则去家己一个转来，啊，这就是安排，要走路啊。这啊，啊，这就是迄个国民党的迄个叫做圣公国防的委员会的委员呐，林玉芳啊，伊讲不信呐，健康的因素啦。啊，实在大家拢知啊啦，这些事实上大家都知道了。过这里啊，足离谱嘞，这里什么人？那离谱，大家唔知。伊吼，安怎呢？惊讲脏啦，政府才甲请做主政，基情你知影无？脏起来，今日就出国去啦，去哪？去纽约啦。啊，讲要去讲哈佛啦，这个时间拄啊，当时三月六号出来吼，到三月五号嘛，去过美国是当时三月不，那个2月28号了，去接到了后，赶紧开会啊嘛，讲。哇！台湾民政府去告流氓政府，紧张啊！唔只系讲安尼，但要安怎？啊无来找这个，佫走一撮好。伊讲伊安尼讲，伊讲袂使了，阮老爸都破病啊！因老爸破病啊！伊讲无要紧，无要紧，你走一撮啦。伊出去了后。叫他去办代志了啊！讲因老爸过身去了。你咱咧想，伊讲要去哈佛、甲斯坦福要去做研究，因老爸破病都要转去啊！讲安尼赶紧研究那么急吗？那么重要吗？你大家就想就知，搁大家搁想看卖。什么人去上机？这种逻辑哦，去想什么人去上机？你来看卖，要什么人去上机？啊，警察头子啦，王卓金啦，王卓金去上伊呢？啊，那你叫一个保镖、警察头子去上机？伊是惊啥物？你犯错，伊个卡网啊，伊个内底拢啊犯错，摕几啊本的支票啊，可能去敲着。啊，你看，王卓金去送机呢，这说你个，好，大家好。警政署长王卓金去送机啦，
啊，你伊若掼卡板，啊，伊含咧同齐行，遐个警察人员看到时常来，会讲等你个卡板开看卖，敢敢安尼讲？看到王昭君手都举起来，咱要讲啥物？是毋是安尼？啊，都官官相护啊！啊，都赶紧啊，赶紧出去。去遐有影有做代志呢，毋是无做呢。我的感觉，迄是我的感觉吼。咱三月十二伫因遐做记者招待会嘛，大家早起都看过嘛吼。因去遐错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外交召集人，七八个无去听咱的演讲，无去看咱的演讲，怎啊？叫因遐的国会议员七八个来咱台湾访问啦。这大家唔知清楚无？知影这件代志啊无？拢唔。好，这话件好，都唔知。来看这张，这张有看到的人举手一下，好不？报纸，你看哪无几个？好，谢谢。这样嘛，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是不是跟咱有这关系嘞？诶，主席罗伊斯啊，伊无去听咱的演讲会，阿公阿你卖听啦，我带恁来较刺激的，吼、哦，来见识的啦。啊，这个就是。召集人呐、啊，来看课题。啊，这就像伊个叫等下跳钢板去听咱的嘛，吼、哦。所以讲，给大家思考的哩。他都爱迄个啦，吼。啊，这个是访问了，再搁个写出来。这个意思，因足有兴趣的美国的国会议员啊，伊讲胜选的策略是啥物啦？你那算的名？伊讲伊爱比鲨鱼游得更快。这句大家唔知啥啥意思无？咱人那伫水内底捞鱼啊，鲨鱼都会偏掉，都做一个撞过来。咱看电影有诶受伤啊，鲨鱼都撞过啊，都叫浮起啊。伊讲爱安怎？比鲨鱼游得怎么更快？伊所谓受伤，迄都抹黑啦。好、哦，诶、欸，伊我去用摸起，不要惊呢。啊，小英有去用摸起无？顶回要选，对啊，要选啊总统的时，因为伊内底无像科比遐个。遐济人才，遐济，啊！伊就讲，小英游泳不会游很快了，他都去学刷鱼，去学咬鱼。啊，他科比，他游泳很快，啊，那游泳很快。好啦，你讲我有贪污，
把迄个数字全部公布大底边，公布出来，四目的家，伊个所得，哦，去，我拢个打出来。伊讲募款诶，讲安尼有够啊，卖个假，这个账号怎啊，甲取消，从来无人讲募款诶，迄个账号已经募够，讲安尼甲取。啊，赖清德我咧跟进，到尾赖清德两日了后，赖清德讲啊，我哪有够啊，我这阿伯改变风气，哦，这就足好个呀。啊，唔只讲，因足趣味，趣味可批啦，啊，可批安尼甲讲啦。啊，因为安怎咧，人要甲抹黑，伊就拢公开透明、迅速，啊，甲提证据出来，哦，真正，迄个怎窃听案遐嘛闹开啊！哦，类似，当然，伊我有这个福气啦，因为伊讲过一句话，这句大家爱了解吼。伊讲要有天命，要有运气，要有努力，这三个要件。有没有天命？啊，有天命，民进党的就好啦，牛力啦。啊，对，运气，哦，当时所发生的都克服，再来努力，哦，伊讲，为头啊，七点出去，等下到厝的都要十一点。啊，即马足努力啊！真正公务人员吼，从来无看到的啦。即马台北市大家吵啊，我昨昏看一个报道讲，欠两个处长啦，处长唔敢做，处长你知影？公公务体系处长是足大，啊你。迄、那个怎邓英啊吼，以前咧邓英啊拢讲邓十几个啦，一礼拜只有到做科批的办公桌啊顶，伊讲安尼这拢袂使哩，给加邓四个英啊就好啊。啊个安怎？个公公文啊，一工顶多就一工就爱加伊个桌啊顶。所以，咱会得看到讲，这个改变，这就是咱台湾人的福气。所以讲，科批的理念跟咱同款，啊，若要照讲起来，伊也比咱较慢。好、哦，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清楚一点的吼。啊，这有看过吗？吼。啊，这就是咱吼、哦，全国法规资料库爱上去吼、哦，上网去查，啊，这拢迄个会主啊啦，这拢会主啦，啊那那会上网去调吼，啊无那要 copy 我会使，要照相我会使，我这拢我一页好献给大家看，来，吼、哦。好、哦，这里足侪拢会煮啦，啊，咱也拢唔知啊，啊，因为就是开始要走路啊，好、哦。上紧吼，啊，搁推倒转来咩？啊，推倒转来。
实在几乎都大船离港啊。哦，好啊，哈，好来。最好拢上网去吹啦，吼、哦！全国迄个做啊法规总会嘛，吼、哦、上网去。啊？这就是这个地图啊，要互恁看一个讲，因以后要去带去啦。这个所在啊，比台北大头岛1.3倍啦。啊，这个所在以前是无开发，啊，因为美国甲讲，中台湾那美军入来了后，可能会遭。差不多200万人啊，会不爱住台湾，会走，因为安怎会走？因为以前有贪污啊，以前做工程有偷料啊，啊，以前有违规的代志啊，黑白做的代志啊，那咱的管理啊，一定较顺利啊，所以有的就住不住就走，啊，拢会走一带。拢方便，拢会走去这个所在嘛。啊，这个所在若无限定，这个所在好走啊。有的甲你走去四川去，有的走去云林去，云南啦、啊。有的甲你走去啊，做贵州啦；有的走去青岛啦；有的走去啊哈尔滨啦。四国甲你走，这拢受教育伫台湾，去到遐就甲你去革命安尼，安尼对于他他们会足疼。啊，全中国拢咧革命，伊会惊袂惊？伊若惊，哦，台湾来，拢来住遮平潭，这个所在啊，新台票我会用你啊。你那是有台湾的证照，会计师、建筑师，啊个工程师，啊拢会用你。哦，这个所在啦。啊，这就是因为美国啊，在做代志拢一步一步啊，一步一脚印，拢会安排较足好。原则第。流亡政府的时阵啊，美国人甲菲律宾讲咧，因为伊认为蒋中正啊，可能来锁台湾啊，入迄个做美军惊惊啦，啊，佮内底贪污啊足济个啦，伊才咧想讲，啊，无来请这个孙立人。大家知影孙立人事件，知影唔知影？孙立人事件，伊是美国军官学校毕业的啦。麦克阿帅甲邀请去第七舰队，甲讲啥呢？讲吼，以后我要叫你来管台湾。啊！你以后就给你处理。伊回去了后，讲去甲稍微蒋中正讲啦，讲啊，麦克阿帅讲，叫伊要来管台湾，啊，叫你
老蒋诶去菲律宾啦，哎，才拖一个呀。哎，安那这层都你爱清查去啊嘛吼？伊歹势讲哦，你遐老实，安尼好啦，甲你，迄个做啊，冷静啦，甲你要做啥？嘿，乖伫带你知啊，魔幻新村，台中的魔幻新村，过去遐大，好啊，伊作为一挂学生啊，啥拢去甲判刑，讲迄个做啊，毁敌案。啊，这就是这个情形嘛，孙立人迄个案件，啊，这少年可能拢唔知影啦，啊，这是事实的。哦，啊，我较早我是台中人，哦，啊，我知影伫魔幻新村，啊，伊个所在大，若要去伊遐个人，拢内底有咧登记，啊，外口路遐吼、哦，有一间店啊。迄个就是违章的吼，一间店啊，用小店啊，那咧卖迄个烟啊，卖酒吼，啊是创一个伫遐。事实上，迄就是监督即带伫内底迄只个人啊，诶系统监督啦，吼啊这个大家讲一下。好啦，啊咱即马可能要互大家来看一个迄、那个啊平潭岛。诶，情形吼，啊，这是2016年6月11号啊，到这个报道啦，吼、哦，啊，都讲是要共同规划、共同投资、共同建设、共同管理、甲共同受益，啊，它是要啊建设为台湾及平潭的特色，就是这个要予。咱家的人去遐回归啦，因为不爱予恁内地吼中国个都迄个内陆啊，不爱予恁乌白走啦，予恁大家拢伫遐，啊，若有代志遐，甲你炸掉，恁就伫遐咧乱啊，不爱紧啊，嘿，较好管理啦，集中管理啦。好，咱来看这个报道，予大家清楚的来。统战的手法可能又来了、哦、好，现在很多人、哦、都打算去平潭岛，为什么是这个岛呢？好，有人说呢，你如果愿意去大陆当中的话，你就可以到这里来。好，我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平潭县跟台湾呢航程是3小时的距离，不算太远。他们现在开始呢就在大举的挖角我们台湾的人才，特别打造了这么一个平潭实验区，里面的管理阶层通通用的是台湾人，它的总规制复制台湾，而且呢据说、哦、民调当中有47%的人是愿意当中国官，年薪当然很高了，大概是2-300万元，接近是台湾部长级的薪水了。而且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说，还传出他们有意思要延揽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是担任整个区里面最高管理的职务，可是亲民党否认。船身高达4层楼，附设豪华内装，丽娜轮正式起航，从台北开往平潭，大陆福建向台湾招手，要找1000人去当官。我去过，你有去过大陆？对，所以那个生活品质太差了，因为那里的环境我不喜欢。不过说他寄出年薪2-300万呢。哦，那可能就会考虑。商品城加紧赶工，大片荒地未来要盖高铁，福建平潭实验区号称两岸共治，找台湾人到大陆当公务员，网络征才职务五花八门，每年可领20万到60万的人民币，最高年薪相当台币300万。他们是号称对于台湾的开放的最后一个经济特区，也最后一个机会，所以本身来讲，平潭整个设计啊，就是针对台湾的工商业来做一个整体企划，拿高薪当诱饵，第一波吸引70多人投履历，最后只取6人，录取率不到10%，全是狠角色。曾经参选市议员、金汉生技负责人杜德宏，现任平潭医院副院长、交通与投资公司副总杨哲安，还有平潭区管委会副主委梁晴龙，都有金融背景，甚至传出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在延揽名单。实在是太小看也太侮辱了宋主席了，国民党啊，新党啊，这都是最严重的啊。
那甚至于说有的政党他们的党主席都有在那边设办公室啊。区内特别标示，距离台湾只有68海里，交通薪水双管齐下，试图把台湾人才一网打尽。三立新闻台北综合报道。当然，咱今要过来看讲受害的台商，底下我咧用一个辩词哈，受害来，咱来看这个报道。针对中共在福建平潭设立实验区，福建省长抵台大力推销并进行非法招商。今天受害台商在台中发起抗议中共投资诱骗陷阱的大游行，告诉台湾民众，平潭是中共招商引资的又一个火坑。我们今天的透视焦点：黑暗福建，黑暗福建，贪官横行，贪官横行，投资福建，投资福建。死路一条。抗议中共引资伎俩，受害台商周六在台中举办游行，面对中共大力推销平潭实验区，提出各项投资利多。受害台商表示，现在这个平潭说两岸共同设计、共同经营、共同开发，最后共同共享，其实是骗人的，不过是另外一个引军入瓮的新招。这个就很摆明的，就是希望把台湾掏空嘛。因为平潭他每次都是画一个大饼，然后设下一个陷阱，然后让我们来到我们这边招商以后，台商一进去以后，他就瓮中捉鳖了，开始宰你们了。现场参与游行的台商也控诉中共黑暗司法，说中国现在的司法根本就是招商引资的诈骗工具。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办这个活动，我们也就是要警告台湾人，中共的这些伎俩呢，我们已经看透了。中共就是这样，每次就是他如果法律赢你的，他就依法办；法律输你了，他就用抢劫霸占。司法在中国大陆啊，简直只是作为他来诈骗的一个工具，这根本就没用。中国的人民。最高人民检察院告诉法务部说，我这个案子不在两岸司法互助范围之内，我把海基会跟海协会签的两岸司法互助拿给他看，这个白纸黑字，赌足罪啊，怎么会没有呢？那法务部说，他们说没有，我也没办法。所以我们这个法务部好像是他的下属单位，他说没有就没有。受害台商接下来将继续在台南、高雄两地游行，要用血泪教训揭露中共诱骗投资陷阱。新唐亚太电视邱天喜、赵阳，台湾台中采。咱大家看得到哈，这因为大家较无啥清楚啦哈。重点，那咱家的本土台湾人拢走的中国去投资。实际上，咱这些政府的官员啊，拢因遐第二代、第三代走来吃，伊拢啊咧鼓吹咱这些怎啊本土台湾人啊去啊去甲帮助因起工厂啊，去帮助因就业啊，去啊因消费，拢啊安尼啊叫去。咱这边有的工厂都关起来，工厂都较少，拢伫迄边咧生产，拢伫啊迄边咧消费，所以咱这边的经济当然都，咱会记哩这个情形无？咱卖干交叉，咱迄阵啊拢是四小龙第一呢。无甲因交叉，甲因交叉落了后，咱才直直闹西尾，拢是有当时也是，凡事较尾变连四小龙都摆袂掉啊！这就是这个情形啊！吼、哦，问题，因为因迄个所在啊，我要甲大家讲。一个情形吼，实际上，咱来去遐投资，伊那是法律有写，但是伊都无要甲照法律啦。吼，咱
即卖要讲，我是总裁人，头拄我有讲过，我去参加咱只 ROC 的总裁协会第一摆去北京参加个研讨会，因遐个总裁协会甲咱个总裁协会啊做研讨会，啊我代表去，我去参加的时啊，迄、那个伫尾啊啊。Q&A 的时间啊，我举手甲问啦，讲为什么咱台商伫中国甲恁打官司，哪会拢输啦？伊安怎甲我讲呢？迄人民大会的法官，我是主要要问法官嘛，啊伊答复讲。违背中国政策都判输，啊，什么叫做中国政策？领导的想法嘛，哦，你是台湾来的，啊，他认为照顾他们中国的，啊，跟你判输，违背中国政策的判输，我有一个机会。咱这个台湾民政府吼，伫顶年啊，有一个上海市的律师，伊讲伊会去接受北京的表扬，三八节啦，因遐还有妇女节、三八节的表扬啦，啊，这是查某的。上海的就出了啊，来咱家参观呐。我这个机会我也敢问，伊安怎讲呢？赶快嘛，我也问，为什么咱台商去遐拢判输啊？吼、哦，跟小国一时，伊安怎讲？伊讲有法律吼、哦，照法律啦，啊，因为伊就输嘛。伊若讲，哎，你啊，你有法律啊，照法律啊，啊，没有法律吼、哦，就是违背中国的政策也判输了。你头拄啊要讲一句话无？咱头拄啊受害台商，伊咧伫遐咧做工出来咧警告，又讲一句话讲。有法律啦，他们就不承认嘛。有啊，头拄啊无，咱会使拜托各台倒带一摆，各大家过来看这个啊，做啥？迄法律哦，各受害台商，大家各认真。听一摆吼，过来看。针对中共在福建平潭设立实验区，福建省长抵台大力推销，并进行非法招商。今天受害台商在台中发起抗议中共投资诱骗陷阱的大游行，告诉台湾民众，平潭是中共招商引资的又一个火坑。我们今天的透视焦点：黑暗福建，黑暗福建，贪官横行，贪官横行，投资福建，投资福建，死路一条，死路一条。抗议中共引资伎俩，受害台商周六在台中举办游行，面对中共大力推销平潭实验区，提出各项投资利多。受害台商表示，现在这个平潭说两岸共同设计、共同经营、共同开发，最后共同共享，其实是骗人的，不过是另外一个引军入瓮的新招啊。这个就很摆明的，就是希望把台湾掏空嘛。因为平潭现他每次都是画一个大饼，然后设下一个陷阱，然后哦让我们来到我们这边招商，以后台商一进去以后，他就瓮中捉鳖了，开始宰你们了。现场参与游行的台商也控诉中共黑暗司法，说中国现在的司法根本就是招商引资的诈骗工具。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办这个活动，我们也就是要警告台湾人，中共的这些哦。这些伎俩呢、啊，我们已经看透了。中共就是这样，每次就是他如果法律赢你的，哎，他就依法办；法律输你了，他就用抢劫霸占。司法
在中国大陆啊，简直只是作为他来诈骗的一个工具，这根本就没用。中国的人民最高人民检察院告诉法务部说，我这个案子不在两岸司法互助范围之内，我把海基会跟海协会签的两岸司法互助拿给他看，这个白纸黑字，赌足罪啊，怎么会没有呢？那法务部说，他们说没有，我也没办法。所以我们这个法务部好像是他的下属单位，他说没有就没有。受害台商接下来将继续在台南、高雄两地游行。这就是要跟大家讲吼，你老亲戚朋友啊，这你爱甲讲，伊那即马去赚到钱啊，赶紧有机会啊，钱收收咧啊，紧回还是怎转来吼？啊，尽量卖去就卖去啊，卡袂啊，性命煞无去。这是事实的呀，吼、哦！啊，这好，大家爱了解啦，吼、哦！啊，今麦那个另外一个给大家，好好大家看卖这里、个、吼，我个介绍这里、个、吼，这里、个、是辅大辅仁大学的啊客座的教授吼，伊、哦、这里、个、我未歹。中文阁看有啦，因为拄啊，迄阵啊，四月头到这初六个吼，啊到四月初五个时啊，伊我收留去行政院呢，遐少年呢，变入去行政院个时，伊也煞收留去啦。收留个讲伫行政院个拖底啊，讲看到这张公文啦、啊。这业的嘛吼，但吼、哦、这就是看到这个公文啊，这公文咧创啥，你知影无？伊讲，这个叫做每工吼、哦，每高级公务人员、高级公务人员伫行政院咧上班啊，每一个人爱每工啦爱点这个叫做啊。啊，这正院的一点通啦、啊，啊，这个是，哦，爱点一个啦，爱点五十摆啦，讲赞赞赞赞赞，爱点五十摆，啊，看实在，咱的高级公务人员拢在造假啦，看大家看了安怎，真正这款呢？诶，公务人员啊，咱爱去甲交税啊，饲因只实在咱足冤枉诶，哦，啊，即拢拢会照啊，即个伊中文阁看有啊，阁去怎啊？即卖手机较方便吼，怎、哦、去甲扩者怎出来？啊，即白色恐怖啦吼、哦，到现在吼。哦啊，还是啊，伫国外的时啊，因为太阳花的时啊，我抓一个，那一届吼，世界各国拢反应，因我抓一个，啊，怎啊，咧做，类似啊，咧做啊，白色恐怖的情形啊，哪一个社团，哪些人参加，哦啊，统计了还报转来吼，啊。这就是迄个针对的淘汰啊！吼，咱即马安尼啦，因为时间上的问题吼，咱啊，这里大家应该足清楚啊嘛！吼，这里有清楚无？吼、哦，有清楚。啊，七五点大家知影无？知影嘛？吼，啊是四月初七，吼、哦、啊这诶判决吼啊。咱即马要来看咱这张身份证的，予大家看一个使用者的做迄类啦。咱这个甲咱访问吼，三立访问啊，这个台湾民政府的啊，把它报道一下来，麻烦。
宣传单、报纸广告、厚厚一叠权力法案上，到处可看到“台湾民政府”五个字。走一趟总部，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他们，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初级班和高级班。那我们两班都上完的话，会有那个证书。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参加研习营一次6000元起跳，未来就可以捧一辈子铁饭碗。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每张1000元，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那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你就拿这一张就可以进去了。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叠，附上姓名、电话、大头贴，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才内阁制，发下豪语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洪道言，所以才有这个旗帜。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最外环则是台湾6个州，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各自独立运作。马英九啊，怎么样？生吞活剥台湾人啊，所有的五大基金都破产。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你告诉我。不止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更扬言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往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告。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谁疯了以后就知道了，不要2年你会看得到。冲着马总统而来，带领台湾人独立，号称不从事募款，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少说几十万起跳，还有自己的停机坪。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外界都睁大眼睛。三新闻黄玉峰、白乔英桃园采访报道。我们感谢三立哈，但是哈，可能报一摆都无啊啦。啊，唔，到迄阵啊，都要去翕起來，啊，无吼，才找无啦。哦，伊啊，安尼家滴家播，滴家播，都差不多。那听讲24小时安尼，差咧直直转吼，人会搁较济啊。哦，啊，家播一届就无啊。啊，即卖就是讲，伊甲咱讲啥呢？咱是自己制造的，知影？即讲吼，你迄个吼，咱讲吼，台湾啊。政府的身份证吼，啊，自己制造，你知影无？这我甲三立吼抗议啦，吼讲咱这张啊，绝对是美国制造，咱有晶片的。你若要讲讲，爱有晶片的啊，无晶片的算小啦，咱是晶片的台湾。啊，政府所发的身份证，好、哦，而、且是确实啊，100%。我都讲过啊，我这张去日本，日本票遐南山咧用无了，怎过去甲换到美金转来？啊，就用这张，好、哦，哎、啊，拢拿来买车票啦，买啥啦，我也用这张去银行。你讲有啥什么证件无啊？啊，这张。我是讲再一张尔，吼、哦，那拢用一张，哦，啊，这就是甲讲这是100%。啊，我这张，我达赖喇嘛摸过呢，吼、哦，我很幸运吼、哦，去见达赖喇嘛吼、哦，啊，咱介沟通的时讲，啊，咱台湾民政府啊有这个身份证啊啦，伊讲好啊，来提来看嘛，一下看啊，啊，这就是。啊，咱日本吼，遐个参议院的议员吼，我这张的存底的 copy 伫因遐。迄阵啊，咱去拜靖国神社，啊，顺续我去甲因迄个参议院内底去沟通啊，啊，拢有留一挂资料，这伫因遐。啊，所以。要甲大家拜托两件代志，就是讲，第一，回去叫靠专业的吼、哦、来上课；啊，第二啊，就是爱叫大家拢来办这张身份证。这张身份证是确实100%，啊，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啦，这个啊，
迄、那个现身说法，我都无要阁予大家看。吼、哦，啊，咱是毋是？恁后礼拜是毋是高级班？恁大家知影嘛？吼、哦，咱后礼拜咱才阁接位加落去，阁予大家阁较了解咧。吼、哦，啊，这是绝对是100%正确的。吼、哦，啊，安尼，无咱今日。大家结束啊！感谢大家。